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今年应该算是第三年了哈。那每一年，比赛的内容都不太一样。本来哈，主任一直想说哈，我们两个多月的学习哈，希望应该直接跟外面的这个学生来做一个 PK 大赛。但是我们的老师信心还不太够啦，希望内部先比赛哈，那可能到年终的时候再来。 安排是不是到外面去比赛，或是用技能检定的方式来验收各位那个成果啦？哦，不过我想哦，今天各位看到你们的成果，我想各位应该有学习到一定的程度出来了哦。那尤其像我们的这个美发班、美容班哦，那还有我们的平面时班跟我们的时尚班，这些东西都有实体的东西出来。我相信看了这些实体。 大概我们就知道各位学习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了啦，吼。那我想哦，职业训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跟各位特别再提醒哦，就是希望各位结训以后能拿到证照，那可以让各位再回归到我们的就业市场去哈。那因为我们就业市场其实是非常竞争的，你除了我们的专业技术以外，有技术以外，有技巧以外，最重要我想你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哈。 那最近有几个厂商，包含我们国泰商品，包含可能最近我这两年还要去雅果，就是专门做游艇的，那这些都有缺一些相关的人员。那像我们的明艳石斑，还有我们的烘焙斑，这方面还有立尊等等这些公司想跟我们谈合作。不过我跟他们谈了以后，他们都跟我强调，专业技术不是问题，重点是你的敬业态度跟你的职业伦理道德。 哦，这个才是他们在挑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希望说各位在这边学到专业技术以外，你跟同学的相处非常的重要。其实老师也在观察各位的敬业态度跟你的学习态度，这个都是我们在职场哦，我们的老板在挑人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毕竟哦，短期的技术是可以养成的，但是长期的。 职业伦理道德跟你的敬业态度，这个是要长期去培养的啊。所以在这边还是强调哦，我们的专业技术各位一定要学到，但是你跟同学、跟老师的相处，还有你这个行业里面的职场伦理道德，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所以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哦，我们特别哦办内部的创业竞赛，一方面来验收各位这两个多月来的学习成果。 另外一方面，也要让同学了解你现在在跟同学之间的学习，你自己到哪一个程度。那我想每一个人在这一次的我们的职训学习之旅当中，我相信一方面可以交到好朋友，另外一方面，我想也可以哈从这边的专业技术学到以后，我们希望各位在能够回馈到社会去嘛哈。那所以利用专业技术的这个竞赛，让各位。 评估一下自己的程度到哪里？当然，我们还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今年的职业训练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培训预估在可能到12月25号，那可能我们会12月24号就来办我们的成果展。那这一次的成果展，本来想把它拉到我们的劳工局那边的大礼堂去，那刚好那个点哦，在做整修。 哦，刚好在做整修，本来我们希望把各位的学习成果，那展现在劳工局，还有我们这些外面的媒体记者，让他们来看。但是场地哈、哦，这个没办法去做配合，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场地还是会用我们这个节集里面这边的一个大礼堂，也就是各位开心的这个典礼，那来做一个成果的展示。我希望各位哈、哦、这一段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要好好去做学习。那今天。 的创意竞赛只是做一个其中的一个验收而已嘛，哦，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鼓励我们的学员，除了这些基础的功，要去学习以外，透过个人的创意，希望透过个人的创意思考，除了你学的这个东西，透过你创意思考，让你的产品，让你的服务有更加的附加价值出来，哦，同样在做美发，也许。 基本功大家都会了，可是你一定有个人的想法，你怎么透过你的创意，让你的产品更有附加价值？这个才是我们哦举办我们的这个内部创意竞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最后，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光发热。
还是在你个人的方面哈，尤其现在烘焙业也好，美发业也好，每一个行业都非常的竞争。那这怎么样在我们的竞争岗位中，你可以哦异军突起哦？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创意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拜托我们学员多加学习，多加去努力。尤其这种行业外面的书籍非常多，除了我们老师教给你的以外，我希望各位也可以去书刊哦，你去看看这个行业，比如说美发行业、烘焙行业，有太多的书籍可以让你去参考。那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进修，让你在这个行业可以哦一鸣惊人。我希望各位伙伴都一起来努力啊！哈，那我想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次的这个创业竞赛，各位都收获满满的哈。那、大家都会有奖哦，我们也利用这一次机会来给各位颁个奖，给各位来做一个鼓励。那预祝我们这个活动圆满成功，大家哦在这边都有丰富的学习资源，谢谢，谢谢，谢谢主任。恭喜来了哈、各班的前三名练到的待会练到讲出院哈、美容发女子书班第三名金佩蓉，第二名尤淑珍，第一名刘慧居，以上练到三位同学请出列。来出来吧啊，好，我们请主任来颁发这前三名的奖项。金佩蓉、尤淑，颁发第三名金佩蓉。接下来第二名尤淑珍，奖状一纸，奖品陈婷啊，脸比较不漂亮的就是得奖者，怪话呗。谢谢，来，我们一起跟主任照个相。老师，陈婷面带笑容，他笑一下，一二三，哦，你又没有闪光了，你惨了。来，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请？各位大家好，我很简单的跟各位打个招呼哈，因为班上的各位学员都非常的优秀啊，那我们要选这三名呢，真的很不容易哈。我跟吴老师哈，真的是绞尽脑汁啊，一直在想不知道要给哪三位同学哈啊，但是呢，比赛一定有胜负之分啊。那我们现在来讲解，就是为什么呢？第一名为什么会给这位同学第一名呢？因为呢，来那个模特请出列。哦，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经典，从他的那个发型啊，还有他的彩妆，还有他的服装。因为呢，他的主题呢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他扮演的角色还有形象非常的好，所以呢，从他的彩妆啊、眉形啊、眼影啊，还有那个整个就是。整体的那个妆底啊，非常的干净啊、那妆最重要就是对称，还有它包括它的服装上面非常的典雅，然后下面就给它一点颜色啊、色彩，然后整体呢真的是完美无缺，所以呢我就给他们，我跟吴老师就给他第一名啊。好，谢谢第一名。那第二名模特请出列。那这位呢，那模特呢，他的那个主题呢？主持人哈啊，主持人呢，所以呢我们从他的身高比例呢，他穿得非常的就是他的那个整个服装呢，他从因为呢最重要就是他非常的俏丽哦，所以呢他上面非常的可爱，他服装也穿得非常俏丽，没有表现出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所以他整体呢包括他的发型啊，还有他的那个彩妆，还有服装，是不是比例百分之百，非常的好啊？来，那个我们走秀一下。第三名出来，可以了哈。好，来第三名请出列，就是你，就是你。对，那这位的主题呢，就是那个美甲师哈。美甲师呢，因为从他的服装呢，就是。蕾丝啊，包括他的鞋子啊，都非常的那个，就是
光鲜亮丽哦，因为美甲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工作，从他的那个发型啊，还有他的妆，还有他的服装，包括他的鞋子呢，都非常的别出心裁的设计啊。那美甲师当然就是我们的指甲要非常的那个，就是保养要有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美甲师重点是在保养的部分，不是在那个就是指甲的彩绘。所以呢，我们的美甲呢，我们的那个手呢是非常的呢，就是有经过保养的，所以非常的纤细哈。好，以上是我对这三位呢，就是学员跟模特的奖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徐老师。那走慢一点，走慢一点，也不必心不要走慢一点。第三名李燕青，第二名郭炫鹏，第一名李丽莎。以上六到三位请出列，是不是带着你们的成品？好，那我们是请陈建华陈老师，陈老师有接吗？建华老师，给您三分钟，我会按您。刚刚是看到我们学生的作品的话，那今天会得奖的这三名呢，是我们花了很多心思而选出来的。那当然在台下这些没有上来的作品，其实也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作品的一个细致度啊。那我们其实在评分的过程呢，我们是从设计图。从这个设计图开始，好，从它的一个发型，它到底要怎么剪，那颜色要怎么放，那从一开始的一个架构，就从我们从训练开始，就已经从这一个部分呢，就已经开始在动脑筋了，已经开始动脑筋，开始在找一些设计图、一些美感、一些关于设计的颜色跟发型。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包含我今天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他们在操作，包含他们在剪头发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的细节跟专业度的表现，再来放颜色在染头发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从整个过程到结果都是我们重视的一个区块。那在这个部分呢，行来讲。型来讲呢，我们就是要强调这样的一个形体，那可以看得到它很清楚。那颜色在放的时候也放的跟型跟颜色放的非常的一个协调。那这个其实已经达到还蛮专业的一个程度了哈，已经很专业的一个程度。那已经也不输给外面设计师的一个作品。好，那这一位呢也是哈。一个发型我们要强调它的立体感，跟它利落的感觉，跟它干干净净。那染头发很容易会把这里染的，客人会染成怎样，就是整个都是颜色，对不对？好，那所以大家等一下有机会你在台下去看看有没有染的整个脸都是颜色，因为这些色料只要一沾到这个假人头，它马上就已经附着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求的一个细节。好，在现场工作，我们就是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非常的重视，很重视。所以我们非常的严格的去要求它，从开始的过程到那个结果，这都是我们评分的整个要项。那这一位呢？这一位同学。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作品也很厉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他很厉害？如果你今天要去美发店要染这样子，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个很高的技巧？是不是需要？有没有？那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这里发生的，对不对？是不是要染成这样，要剪成这样？那
大家都在这里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做训练，我觉得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标准了，很高的一个成绩。这个也只有在很专业的一个美发店才能够表现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第三名李燕青，奖状一纸，奖品一份。第二名郭炫佛，奖状一纸，奖品一份。第一名李丽莎，我们是不是请陈老师一起上来，我们再拍个照？好，一起拍个照，跟陈敏拍个照。各位来这边，你除了学你自己的东西以外，还可以涉略到别人的东西啊，涉略到美法的。只是说我个人比较古板哈，我一直觉得啊，头发长度眼睛，那你怎么走路？接下来，时尚餐饮第三名林家佑，第二名陈黄琦，第一名黄怡啊。我们是不是麻烦沈坤志沈老师先上来讲评一下？我们的陈品没有拿片，没有。来，请陈品，不好意思，那个陈品因为放在盘子里面拿，不容易拿，翻过来给大家看。等一下在那边泡。那我们是沈老师帮忙讲评一下，谢谢。林家佑，奖状一纸，奖品一份。第二名陈黄琴，来，第二名陈黄琴，奖状一纸，奖品一份。第一名黄以安，我安尼较紧，歹势就甲结束起来，哈哈。啊，谢谢。来，我们是不是？谢谢，我待会了。谢谢主任。那个我们，我们班今年的东西比较特殊，因应我们节庆是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的内收全部用圣诞节。那他们三个会得奖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分数都差0.5，那他们的用色还有整体性都比较一致。好，所以看完了以后，我们几个老师在那边讨论完以后，多差0.5，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有第三名有四个是同分的，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只好取这个。好，那我们会去看你们。等一下我们有换盘子那边，那三个就是前三名。那他们的用色大胆，用那个，我真想说哈，你们，我跟他们讲过，全部都不可以带走。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等一下不要去动它。节庆那一天，他们三个，那我们班每一个辛苦你们了。我们一直都有活动哈，从一号到现在，1号可以做一做，热热闹闹，接下来他们活动，然后接下来他们要解密，所以他们是蛮辛苦的，谢谢你们。颁奖，我们请主任颁发前三名的奖项，第三名许文美。奖状一纸，奖品一份，抽出七根牙齿。第二名苏昭全，牙齿要露出来，站下，谢谢，牙齿要露。第一名沙梦慧，奖状一纸，奖品一份，谢谢。来，我们老师是不是一起照个相跟得奖者？那个第一个啊，就是要有样子，第二个就是口感，当然了，第三个也很重要。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啊，也
当场啊，现场看他们三位啊，对这件做这件成品的时候，他们的用心，好、哦。那他们三位啊，他们这个调出来的米饭啊，就是寿司饭啊，是比较我们认为啊比较好的，好，这是我们。那我们的成品呢，摆在前面啊，他等下来都可以用。哦，参观之后呢，都可以用啊，都可以试吃一下。谢谢各位。奖品份，来照个相。第二名，黄玉芬。奖状纸奖品份。第一名，很满足啊，陈满足。很满足还是很满足。来，电梯上的同学哦，在什么？那三位同学呢？他们都把这个尽力哦，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实力来同时有请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哦，他们时间大概只有就相差一分钟而已嘛，实力都相当。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要不游戏先测试的一个。最后呢，是看哪一个同学他的那个这个正确度，他能够答对主题，来做最后的一个这个成绩哈。那个老师，那表示他们要再打电话啦，手要再看手机啦。来，第二名钟荣毅。哎呀，大家好，我是哪里？那个技能鉴定这方面啊，来那个办理。那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考这个机车配件呢？因为我们这是机车方面的配件，就是包括那启动，还有那个人工系统。因为现在在外面修车都慢慢讲究要注重工时。如果说您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要做完的，你能够在很短时间把它做完。在国外呢的话，它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如果说你是一天把它做完，还是要那个价钱。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要的话不止比那个它的成果以外，还有主要的话它的速度要快，速度快的话才能够赚得更多钱。这样，好，谢谢各位。奖状纸奖品一份，第二名谢一光。第一名陈淑玉，谢谢。来，我们是不是跟老师以及主任照个相？啊，这样子变好。好，那个我们今天比赛的项目哈，竞赛项目是属于室内配线的部分。那评分的重点在于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功能的一个完整度，那第三个就是一些管子跟线路的一些美观方面，那没有整体可以看的哈，有机会哈，就是时间上赶不完的，因为我们最近哈那个学习的东西比较繁杂一点。比较多哦，那这个后天还有一个检定要考。来阿伟接礼物，接下来第二名刘勤良，接下来第一名陈义松。来，我。